久不见，下巴整过吗？没有啊，我要有那个钱整下巴，我就把脸全整掉了。我要把整下巴那个钱用来植发，我现在着火了。就很难过哦，我拿那个整下巴的钱我用来做那个半永久，这就是个痘痘。你见过哪个假的下巴还长痘痘的？假的下巴会长痘痘吗？今天好伤心，说啊说啊说啊，那我也开心点，我也开心点。等我系个裤绳。我不知道你爱我，我应该知道我爱你爱我吗？我不是很想知道哎。我今天本来是要穿个 JK 的，但是啥呢？但是是因为，我刚说啥来着？完了，完了。我卡了，到腰了，到了，早就到了，我这扎起来了还到了呢，我这扎起来了都到了，散下来呢就很长了，可长了，我头发可长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欢迎各位来到我有趣的直播间。喜欢主播可以点点关注，该知道的都，你们可以叫我月七七七七哥，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慢慢了解。该知道的都知道，我不知道的慢慢了解。希望各位可以在月七直播间度过一个几点了，愉快轻松的晚上。我眼里都是你，早就长痘痘了，我这里有个痘痘，这里还有个痘痘，这里有个痘痘。如果你也觉得心灵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好了，就是 freestyle。不如姜育升，姜育升老师确实挺好的。就会扎美按摩，不会不会啊，我会的可少了呢，我啥也不会。
No, I've been around the world and I see a lot of girls, but you'll 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 to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Joe, I wanna bring you strong.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I'm falling out there. Oh, I'll take care of you. Can you hear me? You know what I mean.晚上好，你爱我，我不爱你，我对你没兴趣。走了，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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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冲突，都有新的冲突。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你愿意为我忘记你姓名。我是手机拨打。很有可能找不到对象，非要说这么令人伤心的事情吗？非要说这么令人伤心的事情吗？半个文化人，什么叫装文化人？我也是上过幼儿园的啊，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八加八等于十六，十六加十六等于三十二，三十二加三十二等于六十四，六十四加六十四等于。128。卡了，卡了，你们手机卡了，知道吧？你们手机坏掉了。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多少？五分之二。
我也是看过那个视频的，就等于五分之二。多了不会了。为啥？接下来快板了没？照相，大板不会，咱把大板收起来，咱把大板收起来。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门便往东走，离城四十到通州，通州到有个六十六条胡同口，里面住着一位六十六岁六老六，六十六岁六老刘，六十六岁刘老头，这么老哥仨盖了那六十六座好高楼，楼里有六十六篓桂花油，楼上蒙着六十六匹鹅缎绸，绸上绣着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栽了那六十六根薄木轴，轴上拴着六十六头大青牛，牛上边着六十六个大马猴，刘老六六老刘刘老头，这么老哥仨倒坐在门口啃骨头。打南边来了条狗，好眼熟，好像那大的妈家，大的妈眉子大大，眼睛大大，鼻子大大，耳朵大大，口大大，鳖头狮子狗。打北边又来了条狗，好眼熟，好像那二的妈家，二大的眉子二大，眼睛二大，鼻子二大，耳朵二大，口二大，鳖头狮子狗。这两条狗抢骨头，顺南头跑到了北头，碰倒了六十六座好高楼，碰洒了六十六篓桂花油，油了六十六匹鹅缎绸，脏了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打倒了六十六根薄木轴，打惊了六十六头大青牛，打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刘老六六老刘刘老头，这么老哥仨打死了狗，又盖起那六十六座好高楼，收起了六十六篓桂花油，洗干净六十六匹鹅缎绸，洗净了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再起了六十六根薄木轴，牵回了六十六头大青牛，逮回了六十六个大马猴，刘老六六老刘刘老头，这么老哥仨打南边又来了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是这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这狗的头碰倒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南边又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拿着个油篓口去倒狗的头，也不知是这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这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这个狗肯油篓，篓油篓，篓狗不肯油篓，篓不漏油。没有了。没办法呀，这中学你说什么呢？这就是中国的。不要又整那西方的，人家欺不多。
嘴里塞啥东西？我嘴里能塞什么东西？我有病啊！嘴里塞东西啊！嘴里头没有东西，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嘴里面塞东西？我已经胖成这样了吗？我已经胖成这样了吗？还好吧。你就是想看我蛀牙，你就是想看我的蛀牙吧。塞个鹌鹑蛋，为啥我塞个鹌鹑蛋嘴得肿肿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就已经让你们误会了，不是自己装的，这个就是单纯的我把那个皮儿撕了而已。为什么要自己装？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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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莫名其妙冒犯了，不是。他突然说我嘴里面塞东西了，我嘴里面没有塞东西，我就想辩解，我没有任何说说那个安妮老师不好的意思，啊，我就是，哎呀，我就是想怼他，啊，就是结果是什么不重要，反正我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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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但因为。我嘴里面没有塞东西，他突然说我嘴里面塞东西了，我就以为是他是骂我还是怎么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说说你们啊，无心之中伤害多少人，甜甜的，头发到腰了吗？到了。你们为什么总是想问这种？到了，看到了吗？我衣服咋脏了？谁知道，他刚可能没看吧。脸肉肉的像塞了东西，你想说我胖你就直说嘛，裤腰高罢了，什么叫裤腰高罢了，这哎算了，我不跟你杠，你说什么都对，等会儿再得罪人了，等会儿再得罪人那你就不好了。需要运动一下了，我身体不太好了，最近。停在我发的那时间，如果瞬间冻结时间，
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们微笑得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原本让我们相爱，来自意外。拜拜，拜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没有理由》。就这首歌，我刚开始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后来我看了歌词才知道，原来就是说两个人异地恋的事儿。我一直以为这首情歌，因为这么甜。真的，对，我觉得整首歌都很甜啊。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的放开你。我仔细听了歌词，我才知道，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的放开你，就是说两个人异地恋什么什么，我们都没有能力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我很孤独，我很寂寞。就是说，两个人异地恋，谁都没办法陪谁。然后两个人这个微信上面的这个发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然后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差了，越来越不好了。然后就分手了，估计然后写的这首歌就没有理由啊。然后就两个人就各自安好，然后两个人就没有理由。我们就既然我们已经感觉已经确实是没有感情了，毕竟异地恋嘛，异地恋确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心情啊，反正应该是挺，说什么没有人能熬过几年的异地恋啊，然后他们就没有理由就分开了。异地恋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他们的故事，不是单相思，因为男孩子也唱了。我们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地放开你，我们都没有能力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什么？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就没有理由的离开。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嘛，就是。不能说你错了，也不能说我错了，不爱了就是不爱了，确实是没有熬过那么久啊，有可能是遇到更喜欢的男孩子了，也有可能是实在是时间太长了，感情淡了，我等不了你了，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不知不觉地放开你，我们都没有闹气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我听了那个永斌唱的那版的，后面是什么理由？理由，再多理由。无法挽留，就是再多理由无法挽留，也我觉得也就这样了吧。如果说异地恋这个事情，我也说不好。如果说我喜欢了一个男孩子，然后这个男孩子和我在一起了，在一起过后刚在一起就要分开的话，我没什么感觉啊。才刚在一起就要分开，那还没有开始培养感情呢，直接分手啊！我为什么要等他？那如果说你别耽误我啊，你等你回来了咱俩再在一起呗，我为什么要等你？我能够喜欢你一个，我就能喜欢第二个。
为什么要等你？你先去呗，你去去呗。如果你回来的时候，我还没有一个新的喜欢的人，咱俩就在一起呗，不对吗？这不才是正常人的思路吗？如果刚在一起的话，刚在一起他就要走，那就先分开，先分开，咱俩先就是，你谈你的，我谈我的，你要遇到喜欢的你就谈，我要遇到我喜欢的你也别管我，对吧？啊，但如果说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了，分开了的话，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分开，不得不分开的话，我想想，不得不分开，看他去哪儿。啊，他要出国的话，那就分手吧。啊，他要出国的话，那属实，我下辈子就看不到他了。对，啊，留个学什么的，那我直接在一起就腻了呀。是啊，你说这是正常的情侣能好几天啊？肯定要吵架。我觉得分开也是不错的选择，也不一定非要在一起。也不一定非要在一起。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啊，我都能遇到，我能遇到我喜欢的人。遇到你了过后，那我肯定也能遇到第二个喜欢的人呗。我不可能这辈子只喜欢你一个呀，我不可能永远只喜欢你一个呀。你说的来者不拒，没交警他都不去，眼里是 money money， 根本不用深思熟虑。你说的像是狐狸，好家伙，这首歌我在别人嘴里他是一个美丽坏女人，只要你有钱那他肯定就会赖你们，那这个说的就不是我了，这个坏女人那说的可能是我啊，但是这个有钱肯定赖你们肯定不是我。 But I don't think so。你对我了解有几成？这故事中的凶手同样也会有你们。我只会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哭，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把泪水止住。听反方向的钟是吗？你是没有会员吗？这歌听这歌需要花钱吗？为什么非要听这歌？为什么非要在我直播间里听这歌？每天都在干什么？都在想直播的内容，然后睡觉，然后直播，没有了。网易云，你今夜为了什么戴上耳机？直到路灯全都熄灭还没睡去。我从来不喝酒，我不会喝酒，不吃饭，没吃，反正我今天没打吃。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直播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活着。生活的意义就是活着，直播的意义就是赚钱呢。直播的意义还能是什么？为了把快乐带给人间吗？可是瑞总却把钱带回了家呀。结交是朋友聚会，那我没有钱出去嘞，没有钱出去噻，我还是攒钱租房，要不然我以后播不了了。最近确实出去的比较少，有点难过吧。其实没啥难过的，主要是没钱。你说我在家也不能网购，我还不能点外卖，我还不能出门，有点闷吧。主要是我可以出去，我自己可以出去，但是我有个原则，我一般我没钱我不会出门，因为我出门我肯定，我看到的好东西我肯定要买嘛，我出门我肯定出去玩的，我不可能是出去
去人家那个某个店里面进去逛一圈然后再出来，那不可能，我肯定会买点东西，因为每个人都不容易嘛，每个人都不容易，我真的我觉得就是大街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易，就是大街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易，随便拉过来一个，不管是坐车的啊，还是说走路的，每一个人都不容易。所以我一般我不容易，我就不外露啊，我就在家里面。这个不是虚荣啊，这个东西不是虚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真不是虚荣，不是说我没钱，我出去我没面子，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总是想着就是我出去帮一帮人家，因为我总觉得我活在这个世上肯定是有什么使命的，我一直觉得总有人觉得我中二我一直觉得我出生在这个世上，我可能是让我爸妈享福的，我不可能是，有可能是就是给我们爸妈带来欢乐，我肯定不是说我浑浑噩噩的，我就出去也好，在家里面也好，直播也好，就一直在给你们，就给任何一个人都在负面能量，我觉得这样子不好，因为我最近也是，我实在是没钱了啊，我出去我真的就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过我喜欢那个，哎呀，感谢拜拜，感谢花老板的进展啊，老板大气，上店长没有福利，祝老板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人生平安，祝老板永远不死，爱你哦。我出门，你们知道我总听相声吗？知道我总听相声，我之前听相声，因为我去的次数多了啊，然后呢他那个票可能，因为我的话还会吃点东西，然后完了之后我还会这个点点东西，点他们的那个果盘啊，然后加起来那么哈，就加起来的话可能要贵一些。然后我之前的话我有他家的微信，然后他就说您是老顾客了，可以把那个果盘的钱给你去了啊，我说啊，谢谢谢谢，那行。然后我一定会带着我的手机，带着我的存款，带着我的余额去，我会把他给我这个省掉的这个果盘的钱我会刷给他们，我当花篮我直接送上去了啊，或者说我一般都是给钱，我一般都是直接给钱，我很少就是说，除非我觉得这个相声演员说的很好，我就买真的花我去送啊，我就去买真的花去送。德云社的吗？不是，我不是，我这边是河北啊，这边是河北，德云社在北京、南京，还有哪里？反正挺多地方的。我从来不白嫖，我从来不白嫖，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包括我。啊，包括我，每个人都不容易，每一个人都不容易，没有包括每一个人，所有人哦，所有人都不容易，所以我就是不管我，自从那次他就是说要给我优惠过后，我再也没有用在手机上我订过座位，我一般都是直接去，直接给他扫啊，我直接进去了，然后进去过后，我每一个演员我都会上花篮，一对花篮是20块钱。啊，我呢一般就是，啊，票钱可能要贵一点啊，多少我就不跟你们说了。我一般上花篮我会比票还要贵，啊，所以我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很辛苦，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要做，然后他们还要说学逗唱，然后他们还要逗我们开心啊，逗我们这些观众开心，他们自己平常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他们有一些都是很累的工作。啊，至于具体我就不说了，有一些很累的工作，然后就到剧场来，然后给我们说相声，来逗我们开心。我觉得他们非常值得尊敬吧。虽然说，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啊，就跟直播这个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就是我几乎他每次相声的话有4个节目。啊，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老板啊，最后也是老板压轴啊，这个老板是相声演员，然后我就可能是多送一点啊，送个这个两三对花篮这样子。然后老板有一次有一个讲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他自己编的
啊，我很喜欢传统节目，我很喜欢，我巨喜欢我啊，然后讲的很好的，然后他自己编的一个节目，是什么节目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啊，这个确实人家的心血啊，具体我也不跟你们讲了。然后我当时我没什么钱，我当时没钱，我就把所有的钱我都送给他了，啊，我都给他上了花篮啊，但是当时的话好像只是送了两对啊，只送了两对还是三对啊，就60块钱嘛。40块钱还是60块钱，我也忘记了。我就说我下次只要再听到他讲这个段子，我下次我直接上五对啊，我直接下次直接送100的，因为人家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人家又费了心思写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写的非常好啊，你们就是你们想象不到的那种，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能闪闪发光，你知道吗？我感觉我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啊，我觉得就是难得一见的那种，有就是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就是世界上有太多的普通人啊，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嘛，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就是有的是不敢出风头，也不是不敢出风头吧，也是就是不敢出彩，就是自己有什么才艺啊，或者说有什么不敢展示，啊，还有一部分是没有什么才艺的，啊，这些就 pass 掉了，因为没有勇气，而他们是有勇气站上舞台，而且学了很多年，而且编得很好，啊，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我 respect， 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因为我，而且包括我，哪怕我去个奶茶店啊什么的，我也会觉得，哎，这个姐姐今天。哎，怎么换发型了？长得怎么漂亮，长好看啊！然后夸两句，因为买的次数多了，买的次数多了，然后也就熟了。不像男孩子，我跟那个剧场的老板，我们也挺熟的，啊，但是就是不是那种说要跟他做兄弟那种，不是说就是一个演员和一个观众就是之间的一个互动，很正常的那种。我非常的尊敬。然后他也是非常的谢谢我，嗯，因为一般因为其他观众的话，就是那个票钱已经很贵了，其实，啊，票钱已经很贵了，然后他们就可能是不会再去送花篮啊。但是我的话呢，我是会就是去送花篮，我可能就是举个例子，可能这个票钱100多，我可能会送个100多。然后其实我包括我之前在商场门口，然后有个唱歌的卖唱的，嗯，弹吉他唱得特别好，真的唱得特别好，是我就是不说手机上的啊，是我在现场上看到的最最最最好的了。他是学的是周杰伦老师的唱腔，然后高音什么的都唱得非常的好。我当时他说他那里能打赏，但是当时我没什么钱，当时是刚开始直播不久啊，我一看到唱的这么好，我必须给点。我当时我身上我就50块钱，真的就50块钱啊，还有10块钱是现金，你知道吗？啊，10块钱是现金，我想给人家现金不太好，我就拿我的微信给大家转了，给大家转了20吧，好像是啊，我自己还有30，我就打车回家呀，啊，我就打车回家。我当时是穷，现在是负债累累，现在是欠我妈钱，那不一样。因为我标准很低，我眼光不能说我眼光不高吧，只能说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你们随便的一个就哪不拉的才艺我都觉得很好，呵呵，只要不拉我就很好，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感同身受啊，因为我的所有的不管是才艺也好或者心血也好，嗯，不一定会被得到认可啊，不一定会被所有人得到认可啊，所以呢我就是特别的尊重别人，我这个人特别尊重别人啊，我有可能啊，有可能
就是我会不由自主的把人往好处想，哪怕我被跟踪了，我也会觉得人家可能不是故意的，哪怕我被堵了，我也会觉得人家可能纯粹是喜欢我啊，想要个微信啊什么的，估计人家不想做什么坏事。但是有的时候我又太好心肠了，所以我一次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去逃避这个事情，我不去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人家肯定不是故意的啊，人家肯定没什么坏心肠，人家可能单纯的就是想认识一下我，我觉得很正常啊。但是就是越来越奇怪了啊，整个事情越来越奇怪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人的警惕性比较高啊。我一般我不找别人讲话啊，我一般不找别人讲话，就对人的警惕性比较高了。比如说突然有个人过来跟我讲话，我会警惕我他要做什么。不像之前我没心没肺的，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好人，我觉得世上能有什么坏人，这里是中国能有什么坏人啊。但是大家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啊，只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安全最重要，安全第一啊，生命最重要，生命是很可贵的东西啊。如果说你想要，就是你觉得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世上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值得你留恋了，然后你觉得非常的难过或怎样怎样的，你可以去随便一个医院，你随便哪个医院，你去住院区域，你逛一圈，你会觉得生命真好。就是活着真好，活着真好，健康是最重要的。就去，哪怕你就我这 PK 五 PK 不上，就所有人都不容易。不要去，包括在网上，我不希望你们。就是我的粉丝也好啊，就我的粉丝就好了，就是喜欢我的，不要就是在网上就是说别人哪里不好，你就是夸奖的话你可以脱口而出，但是骂人的话你要三思而后行，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受到什么报应。还有就是不要用我的名字啊，不要用我的名字，我的头像。陈月七的什么什么，然后用我的头像你去骂别人，最后我给你擦屁股。对，当你没有动力了，你随便你去医院急诊室坐一晚上。千万不要去就是想那么多有的没的啊，什么抑郁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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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糟糕，你很棒，你不知道你有多少人比你要好，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就是你的不能解决事情，你只是解决了你自己，你反而你还给你的家人啊，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啊，你的家人没了你会很伤心，然后呢你的亲戚朋友会同学啊什么的啊，就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你要想解决的办法，而不是想你怎么解决自己啊，你怎么结束自己的生命啊，不要那么极端。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闪光点啊，也许你现在单身啊，或者说也许你现在你觉得工作很累，工作很忙啊，你想做的东西父母不支持，作业很多，老师天天批评你，老师天天内涵你，我就受过老师的内涵，我上小时候吧，小时候具体就不说了啊，然后我也被同学孤立过，都被同学孤立过，我当时也
题，学习不好也天天被老师批评，老师天天内涵我说些有的没的，说什么有什么样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家长，有什么样的家长有什么样的孩子啊，我也被请过，我也被请过，我爸也被请过学校去过。然后就不管现在有多困难，不要想着结束自己，你要想着怎么结束这场闹剧，而不是说是不是我的话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你不要去那么想，你那样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啊，有可能你熬过这一段时间过后就好了呢，对不对？有可能你熬过这一段时间过后有更好的东西等着你，你不要说什么自己水逆啊，各种水逆，各种运气差啊，你感觉是因为什么什么东西，可能因为带了这个东西，拿那个带手腕带个水晶要改运那种你的你带那玩意还费钱呢，你把那钱拿来吃饭，你那对吧，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啊，身体是父母给的，身体不全是属于你自己的，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去问问父母，说出来可能就很那个什么，当你想要对你自己的身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想一想，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不是让你这样作践自己的。考研失败了三次，我没上过大学，我没上过大学，就是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在歧视这个事情，就是说学历低啊就是不好，我并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就是人的好坏不能用这个学习知识水平，就是你学了多少年，不能用这个来断定，不能用这个来结论。都说那个人生下来是个白纸嘛，人之初性本善嘛。你会遇到喜欢的工作，会遇到喜欢的人，但前提是你要健健康康的，你要去多健自己的身体，你会有钱，你会有很好的前程，你的父母会为你而骄傲，你现在去努力就完事了，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些有的没的，你有这个时间你多背两首诗，你那考清华北大了啊，你有那时间你多学两首诗考清华北大了，多大点事儿嘛，你要知道只要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大事，只要你还活着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不要想着随随便便的就哎呀今天我失恋了不行我要为他去死啊，他拒绝我了不行啊，爱情永远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钱也不是，知道吗？但我虽然说我没谈过恋爱啊，我也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哭得撕心裂肺的，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我如果说真的喜欢一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了失恋了，我估计还没有说我就拉了个口子我想哭呢啊，我不知道失恋什么感觉，因为没练过，我当然我不能跟你们说什么爱情什么东西啊，对，然后去为了某个人或为了某个事某件事而去缩减自己的身体，比方说啊，我现在很难，我现在很难过，我现在又没有钱，然后
然后我家里人又看不起我，我家里蹲，做直播没有人理解我，我说那人家也有直播起来的嘛，那是特例嘛，那是特例，你觉得你能成为他吗？我也没有信心啊，本来有信心的，但是被说垮了嘛，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真的不能做这个东西，但是有一个支持你的人真的很开心，我爸支持我，如果没有我爸就没有我今天，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一直不喜欢直播间跟我说什么伦理梗，我之前跟露露聊过这个事情，我说直播间里面如果有人说这个伦理梗，或者说有人想当我爹的，或者有人说我找了个干爹啊，什么什么这些你都疯掉啊，你不要留情面啊，你直接骂我都不带管你的。妈会说我做直播没有前途，家里蹲，没有工作。刚开始就是我最难的时候，反而伤害我的是我妈。最难的时候伤害我的是我妈。然后现在也就妈也不管我了，因为10万粉丝了，我也饿不死啊，我还有房子，妈没事过来看一看我，最近挺好的吧？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就是不要沮丧，有可能你现在的生活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对吧？你现在能够学习，你现在能够坐在学校里面，我很羡慕你。你现在手里拿着华为 P40，我很羡慕你。因为我这是 Nova 6 啊，说不管是什么吧，啊，苹果也好，啊，虽然苹果现在就啥了已经，啊，什么也好，什么也好，你躺在屋子里面看着我的直播，对吧？在网吧看我直播，啊，或者怎样的，我都觉得我挺羡慕你们的。但是说这个，其实你可能你们心情不会特别好，因为太真实了，啊，每个人都不容易。就我家住得很高，我就随便去下面看一看，每个人都不容易，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那些没拉窗帘的那些除外啊，我不看那些没拉窗帘的那种屋里什么的，我不看，啊，现在这个点下班的，骑着电动车，现在这个点还没下班的。房总老婆3个月了，房总老婆，房总是谁啊？喝点水吧。希望大家不要低估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的潜力都是无限的。有可能现在就有人喜欢你呢，有可能有人暗恋你，但是没有告诉你，你现在多熬一天，他就多拖一天跟你表白。你说你现在，对吧？你现在崩溃了，你哭了，摆烂了，你啥也不干了，那就算了，啊，工作我不要了，我就是心情不好，我就心情不好，我就难受，我工作不干了，骂老板。别这样，冲动是魔鬼。说播了几年？2年。你看我，播了2年，一个总都没有。我舰长群里面150多个人，我大航海28个，我哭了吗？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哭，我从来不因为这个哭，
我反而觉得我虽然说单还就是给我付费的人很少，但是我有十万粉丝，我反而为这个我很骄傲。连麦，你不是那个要原味的吗？你为什么还没被封？我是不是？你为什么还没被封？你不是啊？那可能是我记错了，我看一眼私信我就知道了。实性我就糟了。看那个什么忘，这个宝贝给我发了个私信，让我把你封了。他叫啥来着？你不是那个，不是吗？我不信。我要自己找，等我一下。望着天空做梦，对对对，这个叫赫尔辛基地下发电站，发电站，赫尔辛基地下发电站，我看一眼啊。赫尔辛基啊，行，不是你，我知道不是你，我愿意相信任何一个人，好吗？但我虽然我眼睛不瞎啊，虽然我眼睛还没瞎，但我愿意相信任何一个人，好吧？啊，咱就是说。这个就不跟你连麦了，好吧？这个我就先把你拉黑了啊，先把你拉黑了，咱就是，嗯，好了。里面有什么梗吗？他有一天我在连麦，然后他突然连麦跟我说那个，想问问我有没有什么那个啥，那个有没有什么那个穿过的袜子，什么可以卖给他的。想当主播播睡觉，不能播睡觉，啊，播睡觉是消极直播，是违反了这个主播规范的第几条啊？会被掐断直播，啊，会被掐断直播，好像还要扣赞值，还要扣分还是怎么的？你说上提多什么福利？上提多没有福利啊？你上提督要个福利有问题吗？如果说你想要的是原味，你想要我穿过的袜子，如果说你想要的是这个福利的话，我劝你还是别上了，好吗？啊，我不想跟你有半点关系，真的。啊，我不想跟你有半点关系。如果说你想要那个福利的话，那我没有，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我这2000块钱不要也罢，我买个清净行吗？我给你2000块钱，你以后别找我了行吗？毛病，哎呦，给你惯的，主播真是，哎呀，我被封前，我没有你这样的粉丝，我粉丝不会管我要原味福利。但凡关注我3天的啊，但凡看我3次直播的都知道，我不会送那种福利。我连封，我连写真集都没有。我要有写真集，我能不告诉你们吗？哎呀，行了，没事儿，一个搞事情的嘛。什么叫原味？就是我穿过的东西。我上播时间不好估计，哎，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但凡看过我3次直播的都知道我没有福利。你就看个脸觉得我色情主播是吗？我就卖那种东西，你想要那种东西你去错平台了呀。 B 站可没有这个类型的主播， B 站可没有这个类型的主播，我们 B 站管得严得很，啥也不是。当然了，我没有骂，我没有说，我就是骂他。
我，但是我没有说任何一个，我只是说他啊，我只是说他一个人啊，我没有说，我没有说任何另一个人的意思啊，没有说别人的意思，我只是单纯的说他，我没有内涵任何一个人，我只是说他。行了，现在这个下结论吧，下结论吧。这个年纪呢，不超过不超过十四。你得你宝贝儿，要不你私信你那个开舰长那个主播，你让他把钱退你吧。未成年是不能刷礼物的，宝贝儿。行了行了行了，人家道歉了咱也不说啥了，人家道歉了咱也不说啥了。失恋了，你失恋了，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你不这样，你用你是和男孩子分手了，还是和女孩子分手了？你去弄个大麻瓜换一下。大了麻的瓜儿哎，跑在了外边儿啊，没有袖子，那是坎肩儿啊。妹子，我不爷们儿，我不爷们儿，人家都是淑女呢。脖子上戴的是男孩子和男孩子分手了，和男孩子分手了、啊、没关系啊，没关系，世界上那么多的男孩子，对吧？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是四川人，现在在河北。上台的穿长袍马褂，这是什么爱好？得站起来，不能坐着，因为是传统艺术嘛，不能坐着啊。大褂是这么设计的，就不能坐着穿。等我一下，奇怪的，奇奇怪怪的。
上吧，再给你们来一段吧。既然都穿上了，数九寒天冷风嗖，这个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猴又把那仙桃偷，五月端午是端阳日，白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本是一个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尽说愁，咱们唱上一段绕口令儿，名字就叫十八愁。那是狼也愁，虎是愁，象也愁，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猪也愁，狗也愁，牛也愁，羊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乌龟愁，鱼愁，虾愁，不一样，您听我个个说分由。虎愁不敢把这高山下，狼愁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鹿愁长了一对七叉八叉大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他是一世修，羊愁羞得那把胡子长，牛愁愁的犯了牛轴，狗愁改不了那净吃屎，猪愁离开他臭水沟，鸭子愁扁了他的嘴，鹅愁脑瓜门上长了一个奔儿的头，蛤蟆愁了一身脓包剂，螃蟹愁的进横搂，蛤蜊愁闭关子手，乌龟愁的那小进棕头，鱼愁离水不能游，虾愁空腔乱扎没准头。谢谢谢谢谢谢。挂起来一下啊，等我一下。架子咋坏了？等我一下啊！不是，这架子又坏了。还有彩衣，唉，哦，谢谢谢谢谢谢，您捧了，您太捧了，没有没有，我没有您说那么好，我架子坏了，我的架子坏了，这个。你很烦，等我一下啊。我
的手机架子坏了，看高一点，高一点也不行，我架子坏了，得了，又坏了个架子，架子天天坏，就没有好时候。我这些东西也是用了快两年了，哎，该坏了，就这样吧，不要碰它就好了。没有这个，也练了没有特别久吧，因为而且我不会打快板，我不会打快板，我只会打小板。我只会打小板，大板我也会，但声音太大了，声音太大，先不给你们打了。大板我不会，大板小板不会合。差不多早点休息吧。嗯，我再播一会儿吧，今天没赚钱，再播一会儿吧。你们睡觉好吧，我直接给你们放那个。那今晚不睡了，好啊，那我陪你们一晚上，陪你们通宵呗。那我陪你们通宵。我确实也好久没有播的那么很久了，我们。感谢无爱无期的花束。无爱无期是谁呀、啊？无爱无期这名字听着好熟悉啊！我的舰长，昨天好像还来了，没开啊，没开电风扇。是舰长吧，我记得挺好挺好挺好，我就喜欢这样的舰长。哎呀、啊、这回记住了，这回记住了，这回记住了。虽然回来都下播了啊，我昨天可能播的早了一点，然后下的也早了一点。火气比较大，没有，我一般不会生气，我很少生气了。现在我很少生气，我只是自责。有的时候我自责的时候，可能你们没见过我自责的样子。嗯，我自责的时候比你们想象的要不一样。是，下巴长痘了，我这还有个痘痘呢，这也有。你爱我，我不认识你。好，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啊，不知道你我是你爱的第几个女孩子。我希望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或者我希望是最后一个。还有个画面给我讲的节目，好呀，啊，这个不是人气了，现在这个不是人气了，这个就是进人量了，好像是这个不是人气了。感谢封印的解除，老板的舰长，老板大气，上舰长没有福利，祝老板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运生平安，祝老板永远不死，爱你哦。这个小时第一个，那还是牛，牛牛蛙，哇！什么是爱？爱就是，我说过很多遍嘛，爱就是我想把世间所有的美好事物都给你，只要是我觉得好的东西，我都想要给你。我想和你在一起，不管是朋友也以朋友的名义也好，只要能让我在你身边待着，我就会非常的开心。我连个展示才艺的水友，来吧。来吗？有才艺的我们都上一上啊，有才艺的我们都上来聊一聊，唠一唠。后来我又去跟和你相遇的那家店，希望能够再次和你相遇。听一个，喜欢就会放肆，爱会克制，成熟了吗？看是第几个啊？看是第几个？看是第几个？是不是都在放讲？不是，我在放那个伴奏，伴奏。不，我不知不觉那个歌我听过太多遍了，主要是。厨子电影后悔不说啥呢，好家伙，这个月零花钱不多了，我这个月没钱了。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当然拒绝过的男孩子在背后都说她虚伪。心里也一定期待获得久违的疼爱吧，希望你们都能够成为你们想要去成为的人，就不管因为什么。今天没有连麦的，今天居然没有想和我聊天的，都 emo 了。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没钱的我，被骗了吧，被卷了吧。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梦想没了怎么办？接着找啊。不是你坐在家里面，你在上班，你在什么的时候，你梦想就能来的，不是梦想去找你，是你去寻找你的目标，你的梦想。啊，目标是用 flag 是用来立的，啊，不是，而不是说突然一个 flag 走过来去找你了，那不可能，对不对？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
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啊，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下一首歌就是虽然他送了我玫瑰花。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冲冲，是在洗脑吗？我得把头发全都捋后面去，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知道了。来，同学们跟我读这一篇课文。一次又一次装作不爱你，众口难调嘛，啊，反正我今天心情也不好，我就不说你了。嗯，你肯定也是心情不好，要不然你能来说我吗？我就觉得，我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但是我发现不可以。我想做我自己想做的，赚不到钱。我想要按照你们的要求去活。我想过，想过按照你们的要求去活，但是我发现太假了，而且非常没有必要。我倒不如说，我如果说真的就是把你们看得很重要，我倒不如按照我爸妈的去说的去活，我倒是不如去学挖掘机了，啊，起码我混口饭吃。我按照你们的，啊，我开付费直播，啊，以后直播不穿衣服了，是吧？我以后怎么办？谁要我？我去拍福利，拍一些不穿衣服的照片，我发给你们啊！我说你们上总督都能拿到，你上总督我能线下跟你们见面，干什么都行。当时是有钱了，以后怎么办？你们也都看到了，刚刚有一个人说要给我开提督，但是要福利啊，要我穿过的袜子。嗯，没有人底线会那么低的。想要说能看漏的多一点，因为在这儿不用花钱啊。你们说的那些直播平台我也去搜过了啊，都是一些这个在正常的地方搜不到的啊，在一些这个华为就是商店里面搜不到的，必须得去浏览器里面搜，是吧？还一堆病毒那种直播啊，就你们不就是想免费看点儿不一样的东西吗？啊，我能怎么办？啊，我真的有想过，我真有想过，我还想过去当练习生呢。我什么都想过，就你们能想到的我都想过。我甚至想过，要不然我直接我就进场了，我又不做这个东西了啊。但这个时候比较少哈，也就是我可能是在直播上就是。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太崩溃了，因为骂的人太多了，就是几乎没有人喜欢啊，几乎一开播所有人都在骂我，然后我又赚不到钱，我还受着骂，又没有人关注我。等到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听我爸妈的话，我是不是就应该安安稳稳的，我就应该我去学点什么东西，我去学个做菜呀，或者学个啊学个挖掘机什么的，我这个都行，学点女孩干的。什么做个菜炒个菜，什么做什么面点师什么的，不是说这个不好啊，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挺好的，都是一门手艺嘛。但是，啊，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我在直播上的已经注入太大的精力了。我看我的身体，我的嗓子，我的精力全部都在直播上面用的个精光。我现在身体也不好，我话都说不好，然后每天心情又很不好，我出去我能干啥？现在就是我一边又想着说给你们做更好的给你们更好的这个直播的效果，我去给你们整活又怎样怎样的，但我发现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包括我想去调养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怎样怎样的，就是我无能为力，你知道吧。我是觉得吧，那我又说你们，我说你们不要那么小看健康这件事情。有多少人想要健康？所以我现在已经很知足了。我尽量在安慰自己，我得知足，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嘛。心情不好的是我自己，不可能你们一言两语的，你们夸夸我，我就心情好了，那肯定不可能嘛。我也是，我得自己说服自己，我得自己说服自己。我说没事。现在10万粉丝，现在 B 站有多少主播没有不到10万粉丝呢？啊，有那种长得好看的，身材要好的啊，长得比我好看，身材比我好，比我能说话的，啊，比我年轻的应该是没有了哈，因为比我年轻就播不了了，啊，对吧？比我想想啊，比我有，反正就是比我好的吧，啊，不到他们还不到10万粉丝呢，我都到10万粉丝了，那我多开心啊！我为此骄傲，我骄傲。刚才 BGM 是什么？是那个一个说唱的伴奏啊，一个说唱的伴奏，不是一些什么东西。暴风雨并不能让我绝望，那熬的不是狂风，遍体鳞伤的人就要被外道他最辛苦的强征。直播卷的地嗨小事儿啊，当你看到真实的你是最没时刻，到处都有大多坚持的会堕落。我想过也试过，一直以来有你陪我，怎么了？还好有你们陪我，没什么，在心里不用说，没受过难过，还好总有一句打动我。是否这就是我坚持的理由？我要想不开，那我不一定做出啥事呢。一路翻过多少山谷，一路面对多少难关。不断磨砺我的谈吐，也曾有过步履蹒跚。从开始默默无闻的站上台，紧张加到兴奋，敢想表白，依然坚定前行。因为肩并肩的你们，让我相信该来的都会来。不成功，对，不成功才是常态，都很正常。但又不可能你想要啥都有啥嘛，对吧？那我想要钱，我想，我现在我说我想要个总督，就有人给我开总督啦。歌名是什么？怎么了？没什么。完了，中间那段我不会了。真正回到最初一个。怎么了？还好有你们陪我，没什么。在心里不用说，悲伤或难过，还好总有一群热动我。是否这就是我坚持的理由？嘿嘿嘿嘿哦，忘了词啥了。
一路翻过多少山谷，一路面对多少难关，不断磨砺我的谈吐，也曾有过步履蹒跚。从开始默默无闻的站上台，紧张夹杂兴奋感想表白，依然坚定前行，因为肩并肩的你们让我相信该来都会来。越来越多盯着我的眼，不想看我犯错，看我掉进陷阱。对对对，还好有人还在关心到我累不累。全部的愿望就是你们笑，当所有想要的都能得到。你们为我拍手，你们为我叫，我们就是我们之间彼此的解药。 Cause I love you, love me。 每场演出舞台下的你，也曾怀疑我负担不起，你们见证我每步轨迹。 Cause I love you, love me。 每场演出舞台下的你，也曾怀疑我负担不起，你们见证我每步轨迹。用温柔的旋律来感谢每个你的出现，希望未来的路还能一起走。哦哦，每一个细节每个节点都记在心里面，有你同行这路就不会太遥远。怎么了怎么了，说我难过，还好所有一切人懂我，是否这就是我坚持的理由。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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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没说，只让我不习惯。我心里都不用多说，你走过低谷也走过落魄，直到现在我不再懦弱，把过去的经历握紧，用作品来保持清醒，来回馈每个你。叫你们笑我就跟着甜蜜，所有不开心全部都忘，不再紧张，就向着那个未来继续。怎么了怎么了，然后我知道没有什么很难过的事情，看看我你就开心多了。我没钱，没心没肺呀。怎么了怎么了，爱好有你们陪我，没什么没什么，在心里不用说。你生活难过还好，总有一群人懂我，是否这就是我坚持的理由。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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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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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钱，我没心，还没肺，多好。可以再来一首吗？我嗓子不太好啊。阿哲阿哲阿哲，再来一首，我给你唱个微微吧。我好久没唱歌了，我真好久没唱歌了。我现在唱，我现在想起唱歌我都想哭。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伴奏哈。没有那个伴奏，我直接给你哼吧。微微春光点亮这喧嚣世界，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微微从不停歇。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微微就是我们。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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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多少次跌跌撞撞才学会坚强，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再勇敢去闯啊啊！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这样。
不，这就别夸了，好家伙，我都快信了，好家伙，别夸了，等他给我夸不好意思了，伦家不好意思了啦。窗外他又是个阴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收着。直播玩游戏，你想看游戏是吗？那我把电脑钱退给你吧。游戏，你对什么游戏有要求吗？我玩个斗地主也算呗。放过的你放这个吧，网易云听过吗？这样我连麦吗？没有人跟我连呐，要不然我早就开始连了，要不然我就开始连了。什么戴上耳机直到路灯全都熄灭还没睡去，对失去感觉不舍还是可惜，期待着明天又藏着几分畏惧。你说你已经慢慢学会狠心，尤其是把感情看得很轻，你说你只有这样才能快乐，那你我房管松，我看一眼谁跟我匹配。喂，你好。喂，你好。喂，听到吗？你好，听得到。好的。你是想展示才艺吗？还是怎么的？正经人谁展示才艺啊？我就想跟你聊会天呀。哦，好呀。那你是有女朋友？我没有啊，你都问我两遍了。那你是哪里人呢？我山东人。山东人。啊，对啊。就我没什么问题要问的，尤其我今天我脑袋不太好，你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那你唱歌为什么那么好听？我唱歌不好听，就是你是。为数不多是我唱歌好听的啊！谢谢你的夸奖，谢谢。然后，你可能也是没听过谁唱歌，肯定是。什么意思？就我唱歌不好听，我唱歌跟大部分人比都不好听吧。我算就是不好听那一波的。那你？
谁又整活了？你要唱歌吗？你要唱一个吗？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啊，没有，我就说你唱歌可好听啊，我就觉得。哦，好，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可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嗯，有什么要说的？时间，他们有时间限制吗？没有，没有时间限制，没有时间限制，就是我怕你尴尬，那我怕你尴尬，因为今天我没有，我没那个本子。啊，我之前跟他们连麦都是按照那个上面流程 Q 流程就行，但我不记那个东西。啊这，啊不用，就随便聊，我不尬的。我尬啊！我今天不在状态，我尬。嗯，你今天怎么了？我今天，今天有点累了。然后我看坐着直播，大家确实不是很喜欢，但是我又不得不播，因为我今天我一分钱没挣到啊，因为我今天我属实是因为我该交房租了，也不是该交房租，我该租房子了，我得赶紧的，我说赶紧赚点钱，要不然我又得回奶奶家，回奶奶家的话，我就不能每天都这么直播了。嗯，啊，我懂了，那岂不是见到你的时间就少了？什么东西？啊，我说，那岂不是看到你的时间就少了？嗯，也不是吧，就最近你们看到我可能就比较多，因为最近我会就是能天天播就天天播，我最近一直都是天天播，就是我今天竖屏播也是因为横屏的话太费嗓子了，然后我这两天嗓子的破坏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我就竖屏播，就我尽量我就趁我现在身体还能扛一点点，我就尽量我造完啊，造完我怎么说我也得先把房子给租了，我得先把这个房子的钱给赚到，哎，要不然我肯定是不能那什么。哇，你的嗓子怎么了？我啊，对，我之前为什么都看不到你了，你是啊，身体怎么了吗？啊，我的话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然后那段时间呢就不怎么。刚刚歌名是什么？啊，等会儿再回答你好吗？然后我是没吃饭，然后也是不饿，也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嘛，我也不因为没钱点外卖，我那阵心情不太好，然后也就那干脆就不吃了，然后可能是饿了几天过后，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吧，可能也有点低血糖，我现在低血糖很严重，然后就是站起来就是随便一个动作，哪怕我现在坐着我猛地一起来我都可能我头会晕，然后嗓子的话是因为每次直播的那个太激动了啊，也是因为我必须要这样子去跟你们讲，要不然的话你们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啊，就是我咱先说这个事儿啊，咱先说这个事儿，就是那一段时间节食，然后心情不太好，然后现在就身体也不太好，就是站一会儿都可能会觉得很累的那种。啊，这你看现在就尬了吧？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好好好好好。那好吧，好吧。嗯，那晚安。好吧。嗯，晚安。谢谢谢谢，晚安晚安。嗯，刚刚那首歌你说的是我刚唱那首歌吗？刚唱那首歌是微微带伴奏唱的那个叫怎么了没什么，解释胸也小了吗？不在意这个东西，本来也没有特别的，父母要你前辈怎么能饿着，我已经管我妈要很多了，孤独是种状态，即便多么勤奋，出现在生活中你眼神某一刻的停顿，是谁在白天笑得开心，为人多么平顺，又是谁在网易云看了一整夜的评论。我是四川人，现在在河北，从脸开始胖，从胸开始瘦，你没听说过？网易云
网易云。他们都不同，初次见面的感受完全改变了我一切。像你前女友，谁都像你前女友。你的心早离我而去，永无可能再连上我。可我还是想说我爱你，即便你没有原谅我。最后却没在一起，即使曾是如此的爱你，回忆成了碎玻璃。谁想要听你说对不起，最后没能在一起，也做不到真心的祝福你，不让你说对不起。我并不后悔遇见你。你说你要有更多的空间，忘记了过去的情谊，我的世界变成了冬天，正如寒风一样的凛冽。你早删了我的电话，微信的朋友圈将我给屏蔽。跑到河北去了，我爸妈奶奶在河北，然后奶奶现在年纪大了，然后爸爸妈妈弟弟都过来了，那不能把我自己一个人留在北京吧，那都不合适，所以我来河北很长时间了。我是队友，我是全职主播，感觉心情不好怎么说，你心情不好吗？还是感觉我心情不好？我不烦，我不烦，你看我就不能这样子播，就我本来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我每一次直播必须要那个样子，要不然给你们传达的信息就是错误的。我说你们说啊，你们就是白嫖，怎么干什么了？什么意思？啊，我如果这样子说，我说你们白嫖，啊，你们为什么不花钱？你们就会觉得我丧丧的，我一个主播就为了钱，啊，我会给你们传达的信息是错误的。但那个样子说的话，就是单纯就那种打情骂俏的感觉。就我现在这个情绪，我说什么都是错，知道吗？我现在这个情绪，我说什么都不对。我现在这个情绪就不该说话。好讨厌偶像剧和电影啊，都令人厌恶，让我错以为相爱就能终成眷属。就看到北京生活成本，那个时候还小。我也不知道，这个得问我爸。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还小，但是房子确实不大，合租，和别人合租的。我没哭，别哭了，我哭啥？我在这裂缝之前，不如先离开，在来临之前憋住眼泪回头，不让任何人看见。寂寞的双拳紧闭住的眼，想迈出一步和世界道别，也许这样就会好一点。厌恶着昨天，对，就日常聊天，我就把你们当自己人了嘛，要不然我也不会这样子跟你们播。我也知道这样子播不好，就你们看的肯定也不开心嘛，因为我就不开心。我不过哭啥呀，我没想哭啊，我哭啥，我没想哭啊，真是的。那我是那说哭就哭的人吗？我从来不哭，我从来不哭。你们不知道我对水过敏吗？
边上有个人聊天。行，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我没哭啊，为什么你们都说我哭了？我知道不少人们期待我的落魄，盯着我的过错，看想看我输，看我眼泪，还有懦弱。知道不少人们期待我的落魄。完了，这个歌单是。我没有总是不开心啊！哎呀，我没有，我没有不开心。可以来首《回春》，没听过，啥意思？我没有哭，我哭啥？没有哭啊。来首哭不是罪，找个男朋友不行吗？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要我，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想养我，都想找个富婆，就很生气。一天天的，对啊，你不努力，你还想要富婆？你们放点励志的，啥玩意儿励志呢？南征北战，放南征北战，就不放法老的歌了。法老的歌听着我想笑。放南征北战，对面，哎呀，对面人家想刷就刷嘛，也没关系。人家打 PK 不是为了赢，纯粹就是想刷而已。我非常的尊重人家，人家有钱吗？不有舰长的吗？啥呀？这不不露肉算直播吗？再见我的爱，I wanna say goodbye。再见我的光，I want a new life。舰长，你挑个人养我，我有病啊！哎，你是自己人吗？你现在说你是开玩笑的，我还能原谅你。你现在说你是开玩笑的，我就原谅你，青川。现在说你是瞎说的，我就原谅你。等会儿没这机会了。或者和离别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家人的眼泪。离别伤感，感染了漫长的空气。最爱的是没人的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你咋的了？你咋的了吧？你怎么了？完了，输的太多了，输的太多了，他不让匹配了，输的太多了，匹配不上了。等会儿看一顿吃多少，啥呀？我吗？我吃的可多。我差不多一天就是一个星期吃两顿，然后一顿吃一个月的。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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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卡了。好养的，我可不好养。
我有一颗野心，我超级想出去，啊。我跟你在一起，我肯定天天我都想出去，我肯定天天想出去玩。宝贝儿，你给我点钱，我要出去玩。啊，你要跟我在一起，那你我可不好养。我就吃的少，我就吃的少，剩下全是缺点。我就吃的少，剩下全部都是缺点。啊，我想出去玩。你给我点钱，我出去听相声，打赏人家。你想到处去玩？就我们，就我跟我在一起有什么好的？跟我在一起了之后，你的钱得掰开两半花，因为你给一半给我。今天穿的什么鞋子？拖鞋。还记得你吗？我之前有个舰长叫什么什么小新，我很喜欢听你，那咱俩听不到一块去，咱俩不合适，咱俩还是分手吧，还是分手吧。去唱歌吗？嗯，唱不了。你想听啥？我可以放给你听。你想听什么？就是前舰长是吗？是吗？陷阱才有你的爱，不记得约定的粤语歌了。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你了，你是那个。当时我还说，我说那个粤语歌可以，粤语歌的我唱不好。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当时练了，我看着那个音译练的，看那个音译练的，我练那个叫什么？从深处放慢，看看梦未来，遗忘这少年懂爱吗？放火打狗，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歌，忘记了。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当初啊有的有几行为对你犯下大错。没有这个我看了那个音译，但我说不好，塑料，啥也不是。谢谢你的理解。感谢青川老板的水晶球，感谢老板大气。肯定特别想有个男票，并没有。我并不想有个男朋友。出大问题。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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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娶到我这，你要娶我是吗？你是没看到我的缺点，我缺点可多了，我缺点不知好歹。不知好歹，啥也不是，不自信，我缺点很多。快连他，什么呀？没有人跟我连麦，没有人连麦。缺点。我衣服多了去了，我就非得穿那个吗？衣服多了去了。会要什么男人？男孩子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新舰长点歌，思南的什么？思南是谁？哪首啊？哪首？没钱，不是这个倒不至于没钱，这个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那么物质啊，不是所有女孩子都去看你没钱就不跟你在一起，不是的。被无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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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三月二月。就会唱吉祥三宝是啥？好久没有直播了吧？我天天直播，我昨天也播了，前天也播了，大前天也播了，我每天都播了，有录播你可以看，你可以去我的主页你看一眼。我最近我几乎每天都在播，不可能好久没播了。我这个月好像没放假呢，连着播了八九天。催婚很正常，为什么会被催婚？我反正我没被催过婚，我没被催过婚。我爸觉得我现在谈恋爱算早恋，我妈也这么觉得。我妈觉得我这个年纪谈什么恋爱？观众有没有注意到？我失败了，放个汪，哎呀，我现在已经跟你们脱节了是吗？跟你们这些年轻人，好假。哪首歌啊？他的哪首歌？跟
自己的内心走，谁都想要天天恋爱。不啊，不会啊，我觉得我并不觉得谈恋爱有什么好的，我反而觉得如果说一个我喜欢的男孩子，就我看一眼就能喜欢上的男孩子啊，或者说你给我你给我个总督，我肯定会选总督。但我肯定我不想谈恋爱，我也觉得我这个年纪确实谈恋爱有点早，谈情说爱。18、20、40多个月是吧？反正我不到20岁，超能力倒也不是，随便你们怎么想。我喜欢的男孩子给我开总督，不太想吧，因为那样子性质就变了呀。我跟他在一起的话，就是和我的总督在一起了，那多难受啊！好家伙！啊，我和他在一起，我还要保持我的人设啊，因为他给我的开总督，说明他喜欢我直播中的状态。我要真喜欢他的话，我还想跟他在一起，他还给我开了个总督。但是如果我喜欢男孩子给我开总督，我不会和他在一起的，我会选择我放弃，我换个人喜欢。他都给我，他给我开总督，肯定他我现实生活中的状态，万他可能会讨厌，我换个人喜欢，我选择换个人喜欢。男孩子那么多，对吧？既然我能够喜欢上他，我就能喜欢上别人。我不是选总督吗？但是他是我喜欢的男孩子啊，他是我喜欢的男孩子，我喜欢他，他又给我开了总督。他给我开了个总督，说明他喜欢我直播中的状态嘛？那可能现实里面他就不是很喜欢我。那我们两个在一起了过后，我因为喜欢他，我还得委屈自己，我每天我装，每天早上起来，他过来说，哎，宝贝，我来接你了，我赶紧化妆是吗？我每次化妆要化2小时，我说宝贝，你再等我2个小时呗，等会儿我下去，我直接给你吃晚饭啊。如果说我喜欢的人给我开了个总督，我绝对我换个人喜欢，咱不委屈自己，世界上男孩子那么多，咱绝对不委屈自己，坚决不委屈自己。我说的不对吗？对不对？这个总督不是因为说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我人生中还没有总督呢。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总督我肯定能记很久，但是肯定不是说喜欢什么的，我想和他在一起，那肯定不太可能，那不太可能。不，我私下我不收红包的，我不收钱的。你要单独给我收红包，我不会收的。你单独给我发红包，我不会收的。为什么不在一起？我有阴影，我被造过很多谣，导致就是很多东西。我是觉得，如果说我喜欢他的话，他给我开了总督，我和他在一起了。既然他给我开了总督，我还喜欢他，那就说明他不介意我直播，对不对？啊，那就是说我还可以继续直播。但是我呢，我不会欺骗你们，我如果有男朋友，我会直接告诉你们啊，我会直接告诉你们啊，我有男朋友了啊，但我的男朋友是总督，你们会怎么想？对不对？啊，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就你们听到我男朋友是总督，你们肯定会往那方面想，肯定觉得说我是不是跟总督有什么事儿。然后呢，就是受到连累的不仅是我，肯定也有人骂他嘛，对不对？人傻钱多是吧？啊，
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一点也不优秀啊，说我长得又丑，身材又差啊，你就跟这就这样开个总督，人家他就跟你在一起了，我就知道陈月琪是这样子的人，肯定会这样子说嘛。啊，这个到这个时候，等到这个时候，就是受伤害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他肯定也会被骂。所以我们单身。所以我们单身，我可以不说，我不说的话，那我就，那我得骗多少人呢？不说是最最最最不好的一个想法，我绝对会告诉你们的。我不管是我有什么心情，我说我今天不开心，我就告诉你们，我今天不开心，我身体不太好啊，我就全部都直说。我觉得这样直说挺好的啊，反而比那些扭扭捏捏的，我不开心，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今天我这个身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好，嗓子特别特别不好，我就站起来，我跟大家说啊，跟没事人似的。我说啊，谢谢谢谢宝贝，谢谢宝贝，我今天很开心啊，那我觉得今天特别的好，我觉得我见到你们就好开心哦。你这样子是不是很假？因为所有的主播都是这样子，我做不到那个样子，我只能活出我自己的态度啊，因为我不能做到那个样子，我夹不起来，所以我就只能说个性啊，因为我自己不行，所以我只能有个性，我的个性。只能靠着自己的个性脱颖而出啊，因为别大家都是说啊，感谢老板的支持，老板上总督，老板点点关注好不好，现在上总督的话可以得到宝月期的很多的很多的照片哦，现在上进奖可以返20块。我这个没有内涵别人啊，这个没有内涵别人，但我也没想到就是人家坐在那里就收礼物就可以了，然而我却需要很大的努力，我也赚不了多少钱啊。有时候我仔细想这个事情，我在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我自己真的不够好，其实不是的啊，主要是因为我也是告诉你们，我说你们不用送太多的礼物啊，你们自己别吃亏就好了啊，不要浪费那个钱，你们点点关注就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啊！我总是跟你们这么说嘛。有点小心机，我不能说的再具体了，说的再具体我直接把人家名字说出来人家就一个月赚十好几万的，我一年也赚不了十好几万，我一年也赚不了一万，现在年入过万都达不到。你听啊，春日的蝴蝶，你看它颤抖着飞远，和风雨暖阳倾斜，却冰冷的季节。一月能花到多少钱？咱能不说这伤心的事吗？现在穷的我都睡不着觉山口灯光忽明忽灭，对，全靠你们捧场我就已经很开心了。租房一个多少？我这是继父，我下个房子我都不知道多少钱了，不要了呀，全靠兄弟们捧场，全靠兄弟们支持。现在哪个省份？这个不能说。我现在在河北。没有足够能力的时候遇到喜欢的人，看你多大。还是那个问题，看你多大啊。如果说你被喜欢的人拒绝了，看你多大啊，看你还能不能够和他，还能不能够有时间追他啊？你要把自己追他的时间。和他或者说如果他拒绝你了，或者说他和你在一起了，或者说你们有未来，或者说你们有没有未来，你要把这段时间你要算出来要多长的时间啊，可能是两年，可能是三年，有可能是几个月啊，你要算出来啊。如果说这个不影响你现在的进度啊，不影响你现在，就比如说你现在30多了啊，怎样怎样了，就感谢礼物。好，感谢小花吃的礼物啊，感谢宝贝。
真是高手，那就虽然我没谈过恋爱，但是我已经看淡了万物。看你还能不能够去做那个事情，你要把时间都算出来，你要满打满算啊，因为你当时肯定是超级喜欢他的，当时恨不得你说不管你做什么，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啊，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啊，哪怕就一会儿啊，我就现在就想跟你在一起，我就想跟你在一起啊，然后你肯定要你先算出来，你先看看你自己可不可以啊，要不然你就是你在这个或者说你年纪大一点啊，30多岁40多岁了啊，我这个没有讽刺啊，这个没有讽刺，40多岁吧啊，40多岁50多岁这样子，然后到那个时候呢你还没有结婚啊，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再去追人家，就你可能就是不是说不好啊，不是说不好，就是也要看他的态度吧，他如果拒绝你了的话，我还是建议不要再去尝试了啊，因为你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去大把的赚钱，这个我说个实在话，世界上物质的女孩多的是啊，你要有钱估计对吧，但如果你还年轻的话，你现在才20多岁10几岁对吧，30多岁啊，你觉得你算下来可能跟他在一起，或者说如果说在一起了的话，那肯定就是一辈子嘛，但是如果说就是说有什么矛盾啊，或者说7年之痒嘛啊，最多也就7年，你把那7年满打满算出来，如果说你在17岁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女孩子，你跟她表白她拒绝你了，追他，我想想啊，几个月估计你追到手了的话就追到手吧，啊，如果你还想再尝试的话，你已经算7年嘛，啊，7年过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了，那你结婚了也差不多了嘛，差不多你到时候那个时候24，啊，刚离婚，带了4个孩子，到时候你还有回头的机会啊，到时候你还有回头的机会，当时你才24嘛，对吧？但如果你50多了40多50多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搞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不建议搞，对面临3年级的压力，好家伙，这个属实是牛，那你这个你那你太牛了。到时候你才24，你24的时候你创业都不晚呢，万一你有开公司了成大老板了，他还得来回来后悔，但如果你已经差不多了的话，已经那就算了就算了，既然人家已经拒绝你一次了，那就说明那确实是因为那个年纪你已经不允许你再去浪费了，已经不允许浪费青春了，也不是不允许再浪费时间了啊！你要拿这个时间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啊，搞钱才最重要，好不好？啊，既然你能遇见他，你觉得很喜欢他，那你就能遇见下一个你更喜欢的，对不对？大三了，真好，正能量了，是不是？那我自己就是负能量，我能跟你们说这个话也是我编了半天的。这话说的一半，这是我所有的这个是文化沙漠了，毕生所学了已经，宝贝儿。虽然就是喜欢留恋过去的女孩，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毕竟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我要经历过这个东西的话，我更有可能去跟你们说这个事情，但我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我只能跟你们说个大概，然后可能看一些电视剧电影。今天咋都播这么久了，想赚钱了，我今天想赚钱，因为今天比较需要钱嘛，我多播一会儿。万一呢，万一等一会儿等到一个糊涂老板哐哐哐就给我刷。对，我的余额太危险了，我赶紧趁这个时间
因为我能感受到我嗓子马上要劈了啊，明天可能就播不了，我就赶紧的，我趁我这个说不出来话之前，我赶紧把这个钱赶紧赚了啊，要不然的话我以后怎么办，我出去大街。学到 W 都是按一天一天的啊，赶紧来一个糊涂老板，哐哐哐一给我刷，糊涂男来了。快睡吧快睡吧快睡吧，那又还哎呀，那个又不贵，你们想要你们就这个，你们想要的话就给你们发嘛。那个但现在再有人想要的话，就可能就没什么钱，没钱给你们发了。对对对，你就是今天最糊涂的榜一，你是今天最糊涂的，在这些糊涂老板中脱颖而出。定做行不行？你不用，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嘛。长鱼的眼睛，你何有迹可寻？你了解过女主播的工资是吗？你了解的是谁？我们是按照流水是不是？啥意思？我没听懂，反正就是平台抽一半，然后还要去税，然后我没有工会，没有工会就很好办了，没有工会我就不用分。内部人员牙矫正过吗？我矫正他干什么？我有那矫正的时间的话，我买点东西我出去玩两天不好吗？我有那矫正的钱我早整容去了。有那矫正牙的钱，那我干点什么不好？我吃点东西，对不对？我现在饿的连饭都吃不起了，穷的连饭都吃不起了，饿的连饭都吃不起。嗯，要去一半的税，然后还要，不，要平台抽一半，就是你给我刷100的话，我能拿50，然后再去税的话，我差不多能拿个40，去税我差不多能拿40。流水两万就能挣10000，不是，流水20000的话是能挣8000，20000的流水能挣8000，因为还要去税。主要是吃饭问题，啥意思啊？矫正牙的话是吃不了饭吗？还是怎么的？那正合我意。平台抽一半不该包，不包税，不包括税的，不包括税的。B 站，哎，真的，如果平台抽一半还包括税的话，我直接，我天哪 ！B 站是，对，还要看有没有 iOS。如果说你是用苹果刷的话，那就是你给我用苹果手机给我刷了100，我只能拿25，25还要去税，25去税是多少？我想想，25去税是10几块吧。就你如果用苹果手机给我刷了100块钱的礼物的话，我只能拿10几块钱。扣一半再扣20%，不看看你看你是挣了多少钱，看挣了多少钱，好像是多少钱以上就要收30%还是40%，挣的越多税越高，我税就从来没高过。安卓手机就是一半，安卓手机就是一半，比较这不躺着就吧，哎嗨，人家。开发出这个软件多不容易啊，而且超管每天还盯着啊，都不容易，都不容易。B 站工作人员，那我们瑞总一天天吃闲饭的吗？怎么可能呢？我们瑞总每天，我们的这个小牌牌都是人家亲笔签名，
多累，多不容易。难怪今天在谈心，原来是没钱了是吗？但超管在，超管都咱哥们儿，都咱兄弟。我可没说，我说瑞总那，啊瑞总，创出了这么好的公司，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感谢我们瑞总给了我这么好的平台，能够让我继续播下去。感谢我的审核，感谢我的超管们，感谢我的运营，啊，感谢哔哩哔哩，感谢小电视。我爱你，并不哭泣，但我还可以驾着你飞行。个人还有运营啊，没有是一个，也不是啊，这个不能跟你们细说，是 B 站的啊 ，B 站给了我一个，也不算运营吧，就是给了我一个。给了我一个算小编吧 ，B 站给的，官方给的，我没有签约那个什么，我这不是我演一下嘛，以后百大我这不排练一下先，以后百大了我知道说啥呀，不会站台上就拿这个奖杯在这颤抖，总比跟那傻笑强吧。房管为什么这么扎心？因为跟我太熟了，我站不起来了，宝贝儿，我现在我真站不起来了。我站起来，我顶多再播十秒，我就走了。又输了。就是播嘛，他们能播那么长时间，我也能播那么长时间。海浪大失败，心试图退你。洗白洗白，一天没吃饭，哦，是今天是没吃饭，今天是没吃饭。洗白，这有什么？来不及，你曾笑着哭泣。来不及，你颤抖的手臂。来不及，无人将你的流星。来不及，你明明讨厌窒息。散落的月光穿过云，落着人群，如今还是那句话，众口难调嘛。反正我什么样子都有人讨厌，对不对？我干什么，我什么样子都有人讨厌嘛，干什么都有人讨厌。但是翻过来又要讲了，我干什么肯定有人觉得好，对不对？下山的时候见到一只小猫，你吗？是吗？哎呀，这句给我整破防了。来得及，海底看不见四季，好像谁教你的？谁教你的？把女朋友给我叫出来，我跟她商量商量，啊，跟她商量商量，能不能把她男朋友让给我？下山就去没去啊？我喜欢狗还是猫？我喜欢狗，我喜欢那个中华天犬。
我看我好像不能再输了，我再输应该就不能那个什么。还行还行还行。哇，2001年的吗？不是，不是2001年的。飞有只一头，我养不起它，我养不起它，我自己都吃不动饭呢。如果我再养个狗狗的话，我肯定要把这个。把我吃饭的钱我都给他了，我肯定给他买点狗粮，给他买点肉干什么的，因为我是挺喜欢狗狗的，但是我一直不敢养啊，一个是怕它咬我啊，但是我后来我又不怎么害怕，但我现在我是有那个心，但我怕我自己我都养不起，我再养它那不是不负责吗？对不对？我条件又不太好，我不能给他很好的是生长环境，我家里面又乱，对吧？而且还是二哈呀，我家我自己都懒得收拾，我自己弄得这么乱，他在给我弄得更乱，啊，我也懒得叠衣服，他得给我撕坏了。我每天我养他是为了开心，而不是糟心的。本来好好的衣服啊，养了自从养了条二哈过后，每次直播穿着走光了，衣服烂了一大块。猫好养的，猫要给它猫粮，然后要买点小鱼干给它吧，对吧？我还要养它，我肯定要训练它嘛，训练它肯定要给它奖励啊，要不然人家凭什么听我的？养鸟我是想有一个脸蛋红红的一个鸟，特别可爱，然后但是我没在外面看到卖的，我在那个胖弟弟上看到有卖的，但是我一看就是在网上买活物肯定不好啊，所以我也就没有买，也挺便宜的，看着挺可爱的，还能教它说话。洗白，像买点便宜那种小鱼干就行，那万一它那个有病毒怎么办？万一不干净呢，肯定要买那种网上人家专业的肯定好啊，肯定吃不坏啊。我怕不，我是吃场上那种便宜的，我买我拿过来吃行，但是给他吃肯定还是要吃点好的吧。哦，我说啥呢？我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个。就是市场上买的那种便宜的，我肯定要洗一洗。洗洗炸着吃也挺好吃的，不是撸着开心就完了，不是。我挺喜欢吃，我挺喜欢吃鱼干，但我是觉得你说人家小猫咪愿意跟我肯定给他很好的生活嘛，要不然我养他干嘛，对吧？我养他又不是用来撒气的，看他对吧，白白胖胖的，我肯定也开心啊。我要尽到一个主人应有的责任嘛，毕竟我如果真的养了的话，但我现在连我自己都养不起，我现在我不能给到他一个很好的环境，因为我要如果要养他的话，首先我要给他一个窝，对不对？然后其次我要给他吃的，我要解决他的温饱问题，然后我要逗他开心啊，然后呢就是我因为这个屋子可以养，但是这个屋子马上要到期了，然后我现在又没有钱交房租，没有钱租新的房子，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我只能会再回奶奶家。奶奶家呢有弟弟啊，我弟弟5岁，他肯定碰不了猫啊，他肯定碰不了猫，猫狗都不行，而且我如果回去的话，我爸也不会让我养啊，所以等那个时候的话，我刚领养他我就要赶他走，那都不合适啊，对不对？我先稳定下来了，而且我想要的东西更多一些，我想着就是先把我自己安顿好了过后再去
想其他的东西，因为我现在想把直播弄得更好，就是而不是说而不是说我现在其实我的心情啊，我的什么什么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的身体，然后其次是我的直播，我的直播内容还有我的直播环境啊，我一直希望我这个你们基本上看不到后面是很脏很乱的状态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收拾一些垃圾，可能放了很多的垃圾袋子，然后我是想要买一个摄像头，给你们看到更清晰的画质，然后想要买一个整一个新的电脑，让你们就是看到更流畅的那个帧数更多一些啊，让你们看的观感更好一些啊，就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已经这么多了，我再去养它的话我又没有精力养它，对不对？那我肯定就对它就对它的一种不负责嘛。我是全职主播啊，不对吗？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我刚收留他，然后刚收留他不久，因为却因为我没有房子租屋可以养它，啊，或者说我没有钱给它买猫粮，给它买狗粮去养它，它活活饿死了，啊，或者说就是不能养它了，把它赶出去了，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我如果真的养了个动物的话，我没钱了，我宁可把自己卖了，我也要养它，因为我收留它，我肯定要负起我的责任嘛。不管怎么样，我肯定不能让它饿着呀，要不然我养它干嘛？那我当初就不该养它。上上其实说孩子，没有啊，我说的是那个猫咪嘛，不是说让我养个宠物嘛，让我养个二哈，好家伙！收留你我觉得还是算了吧，基本吃啥随便随便，那不能我不吃他也不给他吃啊，对吧？那我可以不吃，那他不吃我万一饿到了怎么办？你说小猫就那么大点儿，对不对？它能吃多少？那我吃也是吃，它吃也是吃，对不对？啊，我不吃就算了，那我养它，我还能让它饿着吗？就那么大点儿，我还喂不饱是吗？养猫了没养猫？他们就说养猫的事情，说养猫的事情，我家里面什么都没养。我还不敢养什么东西，我怕养死，因为我本来我心情就不怎么好，我养它是为了开心的，啊，结果给它，对吧？养死了，我现在连花都不敢养，我现在连花都不敢养啊！啊，拜拜，对，我暂时养不起，一直洗白吧，狗吃啥？你吃啥他吃啥，这么好养吗？我看到网上不是这样子的呀。哎呀，我因为说的太多人家不让我批，哎，这回是真的。我看一眼啊，还能开始吗？不让我 PK 了，完了，这回真不让我 PK 了。没事，还有半个小时就是第二天了，第二天我们继续 PK 没关系。我们把次数都用完，我这回真输多了，不让 PK 了，好家伙，这回真不让我 PK 了，完了，好难过，好伤心。
不是，不是啊，我养宠物不都这样吗？你不就得好好对它吗？要不你养它干什么呢？我也没养过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吗？真的假的？啊，我一直以为宠物很难养呢，养个狗狗什么的。半夜叫啊什么的，哎，我本来脾气暴躁，我脾气特别暴躁，啊，到时候我再控制不住，我再把他揍一顿，那不就，都是这养的话，没有必要太紧，是吗？懂了懂，那我也养不了啊，我现在自己我都吃不起饭呢，那我养他，对吧？我自己都没饭吃，我。我真的会饿死，就动物和人又不一样，我饿个几天没什么事儿，那他饿几天饿瘦了怎么办？就那么大点儿，得给他饿瘦了。温饱问题倒可以，我实在不行我抱着他嘛，我牙签，实在不行我抱着他嘛，对吧？反正我是马上停了。我都没钱买，我养，哎，说了这么多，最后几天不见我都，我说的不是我，我说的不是我，你们家里都有养猫吗？那么好养吗？饿几天也没事，养男朋友，我没钱养他，我真没钱养他。我首先我得遇到个我喜欢的，遇到个我喜欢的，我都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我上次喜欢一个男孩子还是在好，哎呀，上次喜欢一个男孩子还是在将近十年，将近十年了。上次喜欢一个男孩子是在三年级。首先我要遇到个喜欢的，其次我得跟他在一起，其次他得喜欢我，然后我得跟他在一起，然后我们再说怎么吃饭的事。我真的觉得单身特别好，三年级的不算。那我没有喜欢过男孩子。那我没有喜欢过男孩子，当然了，我也没喜欢过女孩子啊，不要误会哦。然后我是因为，像我如果有了男朋友，我肯定本来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现在是两个人的事情，我要需要关心他啊，宝贝，今天吃了没有啊？啊，困不困啊？要不要睡觉觉啊？啊，有没有那个有没有给你做饭？当然做饭这个是我是做不到的，我绝对不会做饭的，不管跟谁在一起，不管我多喜欢他，我都不会做饭的。啊，我进不了厨房，我真不能进厨房。啊，我又要关心他，我自己我都关心不来呢，我还得关心他，我还得问他钱够不够花，我再给他点。啊，然后我还得说你这个衣服够不够穿呢？吃的饱不饱，对不对？今天开不开心啊？今天不开心我请你出去吃饭呢，对吧？啊，今天有没有空啊？我们出去看电影好不好啊？啊，天天就干这种事了，单身多好啊。啊，每天只想着自己吃不起饭，就吃不起饭啊，就自己的问题。拜拜拜拜拜拜，晚安晚安。麻烦男朋友让他照顾我。那我就他付出呗，那我啥也不干，那怎么可以呢？呀，哎，我为什么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为什么你们总是说的我好像我很奇怪似的？是吗？是我太夸张了吗？还是怎么的？是不是你审美疲劳了？审美疲劳很正常吧，众口难调嘛。感情，对啊，感情是需要两个人互相扶持的。但我
我没兴趣，我没兴趣。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我自己一个人不吃饭就不吃饭了。两个人的话，他不吃饭肯定不行嘛，因为他也是，对吧？他也是别人家的儿子嘛，对不对？还不是吗？哎呀，是我该睡了，拜拜拜拜。对，想几点起就几点起。你说我要有个男朋友，我还得早点起，早点起来救他。哎，这个晚上就感觉我在直播。你会做饭，你会做饭有什么用？OK， 这个晚上有你们真好，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轻松的晚上，希望你们下次开播就下游戏。我是微信，我叫我月七七七哥，我爱你们。我想把世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给你们，我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慢慢了解。希望你们下次见吧，下次见。我也不能答应你们什么，我不能许诺你们什么，千万不要许诺任何一个男孩子，因为你们会当真。Okay, 拜拜拜拜，下次见，拜拜，重拳出击。